如林林后成为老师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一起来看这题啊。看来大家最近学习都很辛苦，不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大家还有没听懂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吗？没有。那行，我再给大家多讲一遍，加深一下记忆吧。哎，咱们班这次最低分是谁呀？哎呀，好像是……来，我把你们这次考试的奖品发一下啊。付晨晨啊，你这次考试进步明显啊，这是你的奖品。老师，为啥我成绩那么差，您却一直不肯放弃我呀？因为老师曾经……所以角 A 大于三十度，角 C 就等于……张长健，你给我站起来！快给你妈打电话，要睡回家睡去。爸，老师叫你来上学校。你的学还能不能上了？这题还有不会的吗？没有我们就过了啊！老师，这题我不会。来，我们接着看下一题。这次咱班最低分还是张大进啊，真是以一己之力拉低我们整个班平均分，你们以后少跟这种差生来往啊。哎呦，别跟他玩了，确实太差了。其实老师曾经也是一名他们口中所谓的差生，但老师同样也是一个乐于助人、有礼貌、爱学习，并且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闪闪发光的人啊。老师，我们只是成绩不好，但我们同样也值得被重视和尊重啊。